哎呀，我们搁这看手机呢，我操了，简直了，简直了呀！生死吧，关键刚才这波还没叠到法力游戏袋，我要能叠个游戏袋还行。就杀这锤石了，没闪现还搁这玩儿。奥数彗星法力流星弹全好，再放技能，打没打着？点死可以，来再来 ，nice 啊，沙米拉！其实还是我们比较 nice， 你知道吗？这波主要的功劳还在于我们。走了，回家了。不行啊，回家差点钱呢。走吧。他有守护者啊，不好杀。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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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，漂亮。哎呦我这沙米拉，沙漠玫瑰，这不行，这得推呀、啊！空打了，哎，这阿卡丽来的真他妈不是时候。真是有点烦。不要错把原石当成软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给视野呀，有道理哈。不过没想到这波阿卡丽能来呀，你知道吧？包女来这倒无所谓，包女来俺们最多死一个，阿卡丽一来死俩。哎呀，痛痛痛！这是怎么勾着我的？兄弟，这人是真多呀！哎呀，我操！
真打麻将啊，我这一看呢。打小龙，卡萨六了吗？五级，五级的话还行吧。这人挺狂啊，挺狂啊，敢这么走，来接你一下来。你就走下来就完了呗，你这又来了。看着点的阿卡丽吧，行不行？那四级就跑下来干克，看着点吧。先杀锤石也行，谢谢。我有大了。这打不打呢？这打感觉指定没呀，这打的话。我是战女，我很少被人歧视，倒是很多人向我发誓。中！哎呦我操！这都没中。漂亮兄弟，这确实是可以杀呀。那龙你自己打不过吗？耗子居然打不过龙，我是没想到的呀。回家了，这波魔宗咱就不出了。哎，咱们先来个啥呢？先来个三速海，这把这沙米拉好像挺厉害，所以我们先给他出一个那啥，先给他出个香炉子。
这咋老不中呢？这哎呦，这有点难压人难受，你知道吗？细了。我天哪，你要打死我？不会吧，这说明这里有眼儿。给你一个打吧呢，阿卡丽挺吓人的啊，再给你个打吧呢。再给你个打吧呢。兄弟啊，这要飞过来我可救不了你啊。你瞅瞅他这吓不吓人。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了吗？这阿卡丽，换了。不能追了呀，这来人救救救救救救，他们家这人是真他妈得多。哎呦我天，真的这下路好难玩啊。那阿卡丽还老传送，俺们家的塞拉斯传送也不带。来了几趟，你们自己数一数，你们数一数这个阿卡丽一共下来多少趟？人家塔皮吃了一层。自己不浪啊，人家从后边传送过来跟我说我自己浪，哈哈哈。兄弟你这理解真的是行了啊，你就跟那回我有一个人啊，我就打排位去，一个职业选手呢还。人家死哥从我后屁股传出来了，我跟那个腰子在那打架呢啊，人家死哥从我后屁股传过来了，给我来了一句，就不能有点反干克意思吗？啊，就不能有点吗？我不会做视野，我开图了，我做视野，我开全图了，我有多少个眼儿啊？我一共能插三个眼儿，你告诉我这三个眼儿怎么把地图都给它照亮？我坐人塔里边去啊，人家从塔里边传送。往人塔里边做视野呗。不会买针眼，可以买针眼，一共四个眼，你告诉我怎么把视野全点亮，你跟我说一下。这
真的跟你们说说点话，有的时候老这跟我偷换概念，真的很烦。说人家传送过来的吧，哎，你说你不会查眼，我他妈查眼，他跟我传送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传送跟我查眼有啥关系啊？哎呦，这顶上有眼儿，给他套了个点眼。哎一下，哎可以，没死吧？又炸死了，哼，兄弟，让我来死了，来个小黑切吧。不会排眼，还是我猜，人家传的小兵，排什么眼？不会排眼还是我猜，行，疯了吧，别逼逼了，听着也烦，我也懒得跟你说，反正你也不讲人话，我跟你说啥，反正你疯了得了，别逼逼了，我连说话我都不爱跟你说，你都累得慌。死到人死了，可以。作为杰出，不过是努力超过前人。An enemy is legendary。我们将一统。可以试试这波，要这包女还往回扑，没事，阿卡丽没在，刚没照到她。走回家，出个黑切，阿卡丽绝对搁那石头人后边，那石头人不推线，你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别打字儿了，有那功夫杀点人行不行？那旁边肯定有人，别上啊。
跳舞啊。啊 ?AP 石头人啊。哦 ,AP 石头人。我操，我这怎么一个 Q 这么疼？小龙给了吧，不要了，没了就没了。上路 AD 看能不能去个人给他杀了。再推。死了。哟。哟。这个 R 没中，我没想到啊。把阿卡丽杀了，能不能把阿卡丽杀了？杀阿卡丽，漂亮！来吧，杀我，把大龙拿了，兄弟们，拿龙，拿龙，三个人能不能拿龙？能拿得了不？哎，漂亮！吸口血。什么塞拉斯带的凯旋都惊了，打赢了，可以啊，用我的命来换阿卡丽的命，值。我来扫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眼儿啊。没有事也可以打，扛一手。不行，打不了了，这不能打了，这再打要出事了。我看我能不能射一箭。哎呦，这怎么中的？这波推塔可能会出事儿啊！没事啊，还好，慢慢打不了他们，没关系。慢慢来，阿卡丽死了吧？嗯，这石头人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石头人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我们家的队友吗？啊，这石头人嘛是对面的呀。
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！可以呀、啊，兄弟们，应该是能杀啊，应该是全杀了。看能不能射中这包女儿，差一点点。这波不亏呀、啊，我们小龙。完了，还好可以接受啊。好热呀！哎，偷你个大狼！哎，我就在这慢慢打吧溜你，我就在这恶心你，哎，就恶心，哎，就恶心，哎，就恶心，我就想知道那队友怎么死的，先给阿卡丽给他射中啊 ，W 一下。再点套点盐 ，W，A 接开视野 ，W， 开视野，再 W 一手平 A， 杀这个卡莎。往哪走？这你走得掉？给你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打个蓝去吧。推个下路也行，这啥也推不了，确实有点难受。打个蓝，对，拿点野区东西。回家出个死刑宣告，这把目前不用我们去打虚区，所以这个魔切啊暂时不出，这个魔切暂时是不用出的。失败了，反应有点快呀、啊！我们这波就不烧了，队友没搁旁边，烧起来也没啥意义，说实话。
哎，这包女儿行啊，中。石头人大给他打出来，有减速，推中石头人大打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推中。直接大他闪现了，可以。不行不行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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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差不多了，没事，他们追不上，有我寒冰在这里减速，他们是肯定是追不上的。把石头人杀了，还有金身，哎，可以，别 W 死了啊！有没有 E 杀卡莎？锤接重锤！还行，还行，给摸死了，可以。小龙打了吧？这石头人真是神经病。你说你出这么多 AP 砖，你大我有什么用啊？把小龙拿了，我们两条。火龙一条风龙，钱咱就不要了啊，不抢了，别急，没事，哎，这波红可以插个眼儿啊，看看能不能给红给他打了。当我们的部族联合统一，世界将为之颤抖。我应该来个女妖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应该整个女妖的吧。我可没视野了呀，我把视野做一下啊。这也照不到对面人呢，对面人都上哪去了？我照波中路看看。我将让他们看到寒冰血脉的力量。哎，这个东西可烦人了，还得搁这个地方还得做个视野，真讨厌。这里边没有视野啊，这里边有眼儿，一看这里边就是有眼儿，中，阿卡丽废了，没事，这边打赢了。
一波。熔岩巨兽，熔岩巨兽有什么用？哎，关你！谁能教教你香炉怎么触发？生命源泉，生命源泉打人有减速效果，然后队友打的回血触发香炉，结账。